战场，碾碎他。这一根 A 的顺序反了，你看没？有那个有直播间水友知道的啊，看吧，知道为我那个为我澄清了一下啊。这肯定不是啊，这个你看，他问我你是不是要找阿尼亚克？这个也是阿尼亚克。阿尼亚克，你这个写错了，这个是这些电竞是个梦。接打不了，再 A 血怒打出来，不能开疾跑，血太多了 A 不死。哎，赶紧清线，我们去上路找这个位置，我看他上哪去了。在这等他，他指定不能走。学的什么技能啊，兄弟？把闪给我交了，可以打红，往上走。魏可能会这个地方过来啊，在这等他。他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回家杀个那鱼，其实也可以哟。这人真猛啊，要 buff 不要命啊！我是双招劝退，我以为他跟瞎子他也去打呀，他没打过瞎子，他可能交过闪，我寻我直接闪现锤他。感谢那夜倾城，还有一分钟抽奖就结束了。他不能在这，他回家了。没走啊，有 A 爬不了，他怎么升了呢？鳄鱼不跟我们拼，确实不是很好杀。他死了，这波他必死，因为他一定会打我，他打我就让小兵打，小兵打他他就死，让他打。让他打，拉，
他好像知道我下一步要干什么，我感觉。他好像知道我要干什么。这个鳄鱼比较的会玩，玩的还不错。算了，不要这个，换这个。这个跑的速度比那个好。他听见我说话了，不是，他就是意识到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感觉我要拉他了，他直接他就穿走。你也不点鞋呀、有闪了再杀吧，这鳄鱼确实不好杀，这英雄吧老能穿跑。开我心眼儿，有点害怕，有点吓人。我打野不走了。我们不要打了啊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到底，你说你到底抓不抓人啊？你到底抓不抓人？我问问你。你到底抓不抓人？哇、哦，没事，哟，被打死，好气呀、啊！呀，双杀可以接受啊！玩早了，没出来，怎么攻击速度这么慢呢？感觉不是没点攻速吗？我感觉你要是撸不中应该就够呛了。哇，战撸拉克斯啊。战撸拉克斯啊。吃个塔皮，好，不推了。哟，我为什么七级他八级啊？是因为他杀了拉克斯吗？哎，这人真的好怂。除了混就是混。好难受，跟他对劲儿。混吧呢，生混。走吧，回家吧，拉倒吧。
行了，五吧。我不是救星，我是杀神。怎么的就不动了？怎么跟他们玩点游戏这么闹心？也不打优势，你说就往塔下一站一摘一站，人在塔在，你说这，哎。你瞅瞅，你打他他就跑，你这这，哎，给我回来了。超了，我真的是太难杀了吧，这鳄鱼。快跑快跑快跑。哎，未来了。拉回来，外圈扣两个，打不了住，先跑。真服，真是服。打鳄鱼啊！哎，这拉克斯咋不放大呢？大招砍的砍不死，最大的伤害现在才248，也就两管血，就这么点血。快了一秒啊，感觉。感觉快了一秒钟。能不能给我打一波？啊，能不能？能不能？能不能？敲你妈！哎呦我操，这个怂逼，我要气死了！我要气死抓住心中的，气死我了，我这波开疾跑，你跑来，你跑，你跑，你跑来，你跑，你跑，你他娘的，你跑，你为什么抢人头？好不容易我要杀一个人，我在干什么呢？
冷静蓝脸汉，冷静，这个英雄越不冷静越有点傻，杀他，他没有大，他没有大，他没R、这个没有R，只要别死就行。为什么不打断他？因为这个东西要抬手，会有那么一点点慢。德玛西亚将会血流成河。别看我二二二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我就先砍鳄鱼。砍完鳄鱼再砍啊！是的，我再砍卡特琳娜，卡特琳娜砍完再砍魏，魏砍完砍奥巴马加摩干了，全给他们砍死这把。奥神送飞机，兄弟，太难杀了这个鳄鱼，它就是塔里边的一只蛆，你懂吗？实在是杀不着人，打个红，维恩要拿红给他了，他杀了13个，有资格拿这。给我打死他，你给我死，全都得死，今天我不追了。他还有闪现，那就没办法了。D.F. 杀辅助那也杀，辅助也值钱呢，杀，封杀。哎呀呀！队友上高地了，我们不去，我们在上路推。哇、哦，好虚浮哦！几个人看看啊，这波能不能打啊，想一想啊，跑一手看一看啊，可以了，好，拉一个，打个眼啊，
好，这咋一下就死了呢？没有披银的快感呢。算了，我回家吧。不是，这怎么没有人敢拆是吧？我来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可以撤了。哎，哎哎哎！走！哎呦我操！快回家！回个屁家！他维恩不来了吗？我干！你也给我回来！你也给我！死！直接出个叉的，都不出血手。黑林斯巴瑞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兄弟，坚持住！好，可以啊，这五杀。哎，太笨了，太笨了，我也受不了了。打谁也打不着，我这气死了，气死了，要被气死了。这英雄是得看阵容来呀、啊。